哎，你不是不吃鱼子鱼泡了吗？废话，不能改的，好吃的不行啊！好吃，今天还拌上饭了。嘴巴说不要，身体很诚实。老三，邵少爷现在南京走量怎么样了？走的还可以啊。今天带你到咱客户家、戚家、石家饭店，早上做早餐，中午、晚上做炒菜。老板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人，上上了就要这种客户喽。青岛的，哦，谢谢，给我们四个杯子，这什么东西呢？宫保鸡，哦，宫保鸡，看看这个汤色，这是下了功夫的。不是啊，喝可乐啊！我得开车带你到处转呀。今天我喝可乐。国庆提醒：开车不喝酒，未成年人不喝酒。到他家吃饭，这道菜必点，鱼子烧鱼泡。他的这个鱼泡。很有嚼劲，脆口，滑爽，对吧？很 Q 弹，一点土腥味都没有。这股汤汁啊，很浓郁，咸鲜口。在无锡这个菜很少见，是不是无锡人不吃这道菜？也有，只是这种做法不多。但是我一般啊，这个东西是很少碰的。他家口感味道不错。好意思的。啊，这个叫做马蹄狮子头，里面加了马蹄的，肥瘦相间。对，胖肉比你们无锡的要多，但是口感会软糯香甜。这个就是有点偏洋风味了，外皮应该是走过油锅，但是里面呢又很嫩口，再加上它这个汤汁啊浓郁。这个牛肉看着不错吧？尝尝看。我问老板了，这叫牛心。都被你问过了。这是牛筋。对。这是牛肚子，那这个还是牛肠，对了，牛四饱了吗？牛四鲜了吗？哎，老板做生意实在呀，还送一个。他家这个牛筋啊，我特喜欢吃，看着就是软烂，不说入口即化，抿两口就没。整个汤头啊，咸鲜，一点点微辣。你看这满满的一锅，这么多分量，都是牛身上的硬通货啊。78块钱一份，价格喜人。这什么玩意儿？白木耳啊，有没有红木耳？没有，有黑木耳，爽脆的口感。他们家老板啊，很用了心思在菜上面，食材很新鲜。看起来一个很普通的韭黄小炒，哎，他居然用了白木耳，这个真的不多见。姚总啊，这个菜是哪里的做法？是淮扬菜。对对对，淮扬菜很多会用到蚕豆。对，我们用蚕豆是这种老蚕豆，不是那种嫩蚕豆，烧的比较面，口感和大肠那个，哎，就能综合起来了。哎，爽快点。这大肠好像把的油脂去的蛮干净的吧？有，也有。啊，哎，行，没得事，后头给喝。五元开始。好，介绍起来吧。到我们那个地方，有家之人尽情喝，是这道理啊。好，谢谢啊。咱们的客户啊，真的叫卧虎藏龙。就像这道菜，咸鲜口，哎，回甘呢还带一点点甜，啊，适合我，又下饭又下酒哎。哎，他们家不光菜好，饭也一级棒。将进酒呀，杯莫停呀，菜还有，酒还多，咱回见了您，再见。